来哦，这首歌一样是我们同公司出场的。请问这一首呢，你们在是谁唱的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这张是有发挥嘛，对不对？请问歌名是？一是歌在来，不是，是歌在 fly， 歌在 fly， 还是歌在 fly high， 还是歌在飞，还是歌在床？请问歌在干嘛？歌在飞。谁在答对？很强。我要跟这个班是好朋友。对啊，艾莎举手，因为你没有叫到他，直接叫答案。输了吧？哎，还有机会赢吗？你还有机会赢，有吗？不能放弃，来哦。这个很难，这个也是选择题。嗯，来。莫名其妙。好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
杨小妹，杨文英的歌。宁静的夜晚，弥漫着花香。石头下啊，石头下。摇晃沉睡的河床。我想这首歌是谁写的词，作的歌？什么歌是他写的？让我想。我的泪湿了腰带，直过翅膀，寻过愿望，被时间埋葬，请问题目，月光的地毯，月光的地毯，这是歌名，然后是杨文英唱的。请问这首歌的 MV 的导演，选择题吗？选择题，来，一，马定觉，二，自由发挥，三，叶丹丹，四，姚文帅。好了，三，二，一，嗨，马修，二。自由发挥吗？对，你确定？确定。白色乱草，确定。错。哎，艾莎，一，错。志玲，有人帅，帅。Yes。你们是平手哎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平手，没有关系。最后一题，虽然说是加分题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人答对，他就赢了。什么？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